Shubi Shubi Always Shubi， 娱乐急先锋，娱乐消息八面通，欢迎收看冷热三甜，想吃就吃，冷酸灵冠名播出的娱乐急先锋。大家好，我是燕维。哎，又到了周日演唱会的时间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奉上的这位歌手呢，他下周五即将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长沙站的演出，他会是谁呢？他呢就是黑笔田馥甄，也是本人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先为大家预热一下他的歌。2010年9月，田馥甄呢以其本名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《To Hebe》，同时呢宣布正式单飞，一位人美声甜的文艺歌姬自此起航。就在大家都在质疑他的单飞之路时啊，他的首张专辑呢就获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当年的金曲奖啊，他就获得了包括最佳国语专辑在内的4项提名，并最终呢是凭借第二波主打歌《寂寞寂寞就好》囊括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。爱是原来那个我，不过流掉几公升泪，所以变瘦。对着镜子我承诺，迟早我会换这张脸，一对笑容不算什么，爱错就爱错，早点认错，早一点见透，我寂寞寂寞就2014年12月起，田馥甄开始了充满美好想象力的《如果 If》巡回演唱会。随后，经过2年多的不断打磨，《如果 If》巡回演唱会也日趋变得更加完美。他试图一口气将自己在乐坛独立闯荡6年的成绩，通通浓缩在舞台上。如今，演唱会舞台上的田馥甄比过去的他更成熟、更自信、更美好，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女神逆天的光芒。闪烁的星星，某一天消失，某一天诞生，有一天宽恕我和你。原来最大的怀疑，总有最渺小的自己，像恩怨爱恨，像肉体演唱会取名如果，意思是希望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可塑性。田馥甄道，其实有一点自我探索的意思，欢迎大家进场一起来探索我，也探索自己。世界巡回演唱会从台北一路唱到马来西亚，从香港唱到新加坡，从北京唱到广州、上海，创下了一场场票房秒杀的记录。数十万现场观众现场见证了田馥甄令人激赏的音乐实力与品味。
在单飞的六年里，他接连发行了三张专辑 To Heavy My Love 渺小，创下许多音乐纪录。热门 K 歌还是要幸福是田馥甄，成为 YouTube 上第一位点击量破1000万的华人女歌手，在华语音乐里刮起了一阵清新甜美的小旋风。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，你还是要幸福，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，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，别跟着我铭心刻骨，你还是要幸福，这一切都结束。对音乐尽善尽美，舞美和整体的视听效果同样精益求精。作为在上一轮巡演中的一大亮点，他把冰岛带进了演唱会现场。开场，田馥甄化身极光女神之姿，卧倒在巨大的冰山里唱出渺小。田馥甄身穿重达10公斤、价值40万的冰块装，融入舞台冰山，由设计师手缝一个月完成，一路修改符合舞台设计，堪称是演唱会用最多布料的秀服。健康生活从齿开始，感谢优雅士口腔为主持人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。有歌迷呢曾经说啊，现场听田馥甄的歌要用两个字来形容，惊艳。以前啊只是听他的 CD 会觉得只是在秀唱功，感情呢太平淡，听过演唱会后啊就完全改观了，觉得唱歌的时候啊是特别的有感情，而且能把你唱哭的那一种。不过呢，对于田馥甄来说，单飞的这几年啊，重新给自己定位成文艺风，这里边啊，既必须是自己喜欢的，又要在歌迷心目中重塑一个新的自己，简直啊，是相当的不容易。说到文艺女歌手形象，还是 SHE 时代 ，Hebe 喜欢一个人浅吟低唱，大有文艺女青年的范儿。单飞后，有人指责唱片公司为销量和市场而故意将 Hebe 包装成文艺女青年形象，其实不然 ，Hebe 骨子里的声音就是渴望这种类型的。
从 SHE 单飞到现在，也是黑笔变身文艺风格田馥甄的过程。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考虑到不想丢掉以前 SHE 激烈的粉丝，主打歌也都是以旋律好听为主。同名主打 To Hebe 就是给伴随着 SHE 长大的歌迷，旋律好听，节奏轻快，声音很 Hebe。 而另一主打 Love 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新的田馥甄来了，一段文艺范儿的歌词标签十足。从第二张专辑《My Love》开始，他就正式进入到了田馥甄而非 Hebe 了。《乌托邦》《影子的影子》《无事生非》等歌曲，嗓音中夹杂着一点点鼻音，时而慵懒的滑音，有记忆点，有个性，又很文艺。地上躺着一只表，表盖破了，时间漫出来，淹到你的脚。就是我的世界，我
always should be 娱乐急先锋，娱乐消息八面通，欢迎收看冷热三甜，想吃就吃冷三零冠名播出的娱乐急先锋。大家好，我是燕维。哎，今天呢听了这么多田馥甄好听的歌曲，已经听过瘾了吗？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依然要感谢优雅式口腔对口腔健康新知的专业支持。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明天同一时间记得锁定娱乐急先锋，我们不见不散啦，拜拜。是谁我的舞者轻飘飘美得摇摇欲坠，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，是宝贝，有什么真爱？这个是非。